先把红烧肉给它煸炒出多余的油脂，看煸成这样子，两面微黄，然后再加入咱们家的红烧料汁。然后再给它翻炒，翻炒均匀，然后给它再加入料酒，然后再放一个咱们家的卤肉料包，然后再加入开水。好了好了，然后给它把它整融了之后，给它盖，给它焖个半个小时。做好啦，开吃。嗯，太好吃了。以前都是炒糖色，感觉炒出来做出来有点甜，不爱吃。这次用咱们的那个烧汁做出来，特别好吃。嗯，给你们出的教程不专业啊，你们不许误喷。